我们就这样交换了命，这不杀身之祸的呀！除非你能够假扮郡主，开什么玩笑！ 两只手，撇步加紧，腰腹提高啊！毕竟我的美貌都在法庭了。你说万有一天他把持不住了，我太危险了。新婚第一天，你就要谋杀心腹？他又没有良心。吃太多了，走得再轻也不行。已经没有品位，花枝招展。可怜我还天天伺候他。可以吗？太疼。 京镇里都是些什么人？全是些土匪。你但凡被他们抓住了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你不是土匪啊？你不是啊？啊啊啊！简直不是人！我要回家。你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。主动出击，才能逃出梅三少的魔掌。 人这一辈子遇到一个让自己动心的人，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儿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真心实意的喜欢上我。该在这里的是他，我不该出现在这里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也喜欢我，是吗？ 以后呢，我就是你的左膀右臂，我们一起除暴安良，行侠仗义。这样，我自断双臂，你就别添乱了啊！